这种瘦成猴的都搞不定。算了，不指望你们，看我的！我去，这小子，撤了撤了。就地解决，不要留隐患。就知道对付他没这么容易。算了，这次先撤。让我看看你有多大本事。左脚步法错了，你师父就是这么教你的？嗯，这一式倒还算可圈可点。
几日不见，你倒是长进不少啊。